大家好，我是晨晨妈。今天呢，我们又来织帽子哈。那今天这个帽子呢，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因为它比较厚实，然后弹性也很大。它的这个主体花纹是单元宝针，单元宝针是属于比较厚实，然后弹性也很大的一种针法。然后我用的线呢是松鼠绒的线来织的。这个一顶帽子呢，咱们还只要这样，大概还。就是还用不了一团的线，一团是3两哈。我用的是棒针来织的，棒针用的是4.0毫米的棒针来织的。那这里的这个帽子呢，我这里织了3种款式，咱们可以织这种翻边款的，就是这个主体织好之后，咱们直接这样翻边，这个呢也比较好看。然后呢，如果你不喜欢翻边，咱们少起一点针数，织那种卷边款也可以哈，也可以。那这个帽子呢，正面好看，它是这种单元宝。那其实反面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一款。其实它反面这个花纹也挺好看的哈，你可以把这个当做外面也可以。然后呢，这个就比较适合织成这种单螺纹的这个帽边。这个单螺纹弹性也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这3种款式大家都可以来选择。然后这个帽子，这个两面的花纹呢，大家都可以来戴，所以这个帽子还是挺实用的哈。那我们除了棒针，其他的工具就是剪刀、缝合针和记号扣。还有就是这个花边呢，如果你喜欢用钩针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钩针钩成那种花边，其他的花边的一些款式都可以哈。这个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那咱们就开始来起针哈，我们在线的一端打个活结，把它套到我们的棒针上，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针。我们稍微的把线圈稍微的拉拉紧，接下来咱们右针穿过第一针的左边，挂线挑出，把这个线圈呢套到左针上，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二针。右针穿到两针中间的地方，哈，咱们从两个针目中间穿过，挂线挑出，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针。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个步骤，重复这个方法，每一次入针点都是两个线圈中间，哈，每一次都是两个线圈中间，挂线挑出。大家呢就这样一直的去，那个起针。那我起了一个48针的，给大家做示范哈。那现在我们起好了针，这个起针线头是在左边。当起针线头在左边的时候，咱们现在织的就是单数行，对吧？那这个时候朝向我们的就是这个帽子的正面哈。好，你这个单数行织完之后，肯定是要反过来的，起针线头就会来到右边。起针线头在右边的时候，织的是双数行。然后朝向我们的就是这个帽子的反面，也就是里面，哈。还有就是这个起针线头的这一头呢，是咱们的这个帽顶。现在织线这一边呢，是咱们的这个帽边。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咱们这里，比如说我这里起了48针，大家呢在我们的第一针上放一个记号扣，也就是呢我们观察一下，每一个针目底下对应的都有这样一根线。是吧？都有这样一根线，那这个位置呢，就是最后我们这个帽子织完之后，最后需要缝合的地方哈，就是缝合呢，到时候我们就是调每一针的这一根线来进行缝合的。好，那现在咱们就开始来织这个帽子呢，咱们是一共要织4片，然后每一片的编织方法呢都是一样的。那现在呢，咱们就从第一片第一行开始说起，第一行。首先，第一针咱们要织一个下针。好，大家注意，只有第一行的第一针是要编织成一个下针，后面每一行就是后面所有的哈，每一行的第一针咱们都是挑下不织，也就是滑针，咱们都不能织。好，第一针织了一个下针之后，咱们把织线带到右针上面，我们反挑第二针不织。把这一针挑下不织，接下来第三针咱们正常的织一个下针，这个织线呢还是在右针上面，没关系，咱们就正常的织一个下针。那大家观察一下，我们的第二针呢就会有两根线，那么这两根线大家记住，其实就是一针哈，千万不能织成两针。
好，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个第一针、第二针的方法，支线带上来，反挑不支，下一针咱们又是一针下，支线带上，反挑不支，一个下针，一个反挑不支。好，大家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第一行织到最后。到了最后两针，这个时候支线在上面。咱们倒数第二针是要织一个下针，最后一针咱们也织一个下针，这就是第一行。翻过来第二行，第二行第一针，我们前面说过了，是滑针，因为它是上针，所以咱们右针放到支线的下面，上针又叫反针，所以是反挑不织。反挑不支，然后第二针呢？这里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上针，所以咱们就支线还是让它在右针上面继续的编织一个上针，再把支线放下去。接下来第三针，咱们要织一个下针。第三针呢有两根线，大家记住，它其实就是一针哈。所以我们以后每一次碰到这个地方，大家都要记住，就是一针，千万不能织成两针。咱们就右针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织一个下针。接下来咱们就重复第二针和第三针的方法，一针上，一针下。织上针记得支线带上来，织下针支线带下去，然后同时穿过两根线。好的，就这样把第二行织到最后，来到最后三针。好，这个时候支线是在上面。咱们倒数第三针，要织一个上针，现在还剩下最后两针。倒数第二针呢，同样是有两根线，但其实是一针哈。所以，我们最后呢，这两针呢，咱们要并针。我们用右针从后面往前面穿，同时穿过这两针的一共三根线。挂线挑出，就是这两针呢，咱们同时织一个下针。所以，我们每一次当织双数行这个帽子的，反面朝向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在最后进行一个收针。翻过来第三行，第一针好，反挑不织，支线放下去，因为接下来第二针很明显是一个下针，咱们就织一个下针。第三针是一个上针，咱们把支线带上来，反挑上针不织。好，我们又重复第二、第三针的织法，一个下，支线带上，上针反挑不织，就这样呢，重复这两针的织法。来到最后三针，支线这个时候在上面。好，我们倒数第三针是反挑不织，倒数第二针织一个下针，最后一针大家记住也是织一个下针。翻过来第四行，第一针。同样的反挑不织，因为接下来第二针是一个上针，所以咱们支线就让它在上面哈，继续的编织一个上针。第三针是下针，咱们同时穿过两根线。好，我们就重复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的到最后，到最后三针，第三，倒数第三针，咱们。穿过两根线，编织一个下针，然后来到最后两针。那我们说过，每一次织双数行的时候，最后我们都要进行一个二并一。那这里的二并一呢，就只是两根线哈。好，所以织到这里，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帽子呢是，每次在双数行的时候收针，单数行是不加不减的。然后我们就意思就是每两行减一针。是吧？我们是每两行减一针，这样呢，逐渐减下去，它就会形成一个梯形。那这种编织方法呢，我们早在前面呢就已经给大家出过三种的这种帽子，就是我们屏幕上的这三款帽子，也是这种编织方法。那这种编织方法呢非常特别，有经验的姐妹呢，你可以编织成其他的花样都可以哈。好，那我们翻过来继续第五行。第一针反挑不织，第二针明显是一个上针，所以我们就要把支线带上来，反挑这一针不织。
第三针是一个下针，所以咱们就织下针。接下来咱们就重复第二、第三针两针的织法。线带上，反挑不织，一个下。大家呢重复这种方法到最后，来到了最后三针，咱们挑下不织，倒数第二针一个下针。好，记住我们单数行的每一行的最后一针都是织一个下针哈。这是第五行，翻过来第六行，第一针反挑不织。好，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我们第二针是一个上针，所以我们就直接第二针织上针，因为第三针是下针，所以织线带下去，我们又是挑过这两根线，穿过这两根线哈，织一个下针。接下来咱们重复这种方法，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注意下针是穿过两根线，大家穿那个织到最后，最后三针，一针上。这个时候我们倒数第二针是两根线，所以我们又要进行一个二并一。那这一次二并一呢，我们也是穿过这三根线哈，进行一个二并一。翻过来第七行，第七行咱们又是第一针反挑不织。我们观察下呢，是第二针是一个下针，所以织线要带下去，咱们碰到下针就织下针。第三针是上针，就需要反挑不织，织线先带上来，再反挑不织，然后再去下针。所以这一款帽子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正面嘛，对吧？我们起针线头在左边，所以每一次来到正面的时候，好，大家看一下，不管因为我们这里逐渐减针，它就会逐渐往上面走，往上面斜着走。那不管它怎么变化，大家记住，每一次到正面都是这样的。碰到下针就织下针，碰到是上针，咱们就反挑不织哈。这个就是这个单元宝的这个编织方法。来到了最后三针，反挑不织，一个下针，最后一针也是下针。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第七行跟第三行的织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后面的织法就是不断的重复前面的三四五六这四行的织法哈。我这里呢再给大家演示一次，这个是第七行，翻过来第八行，第八行呢就跟第四行的织法是一样的，第一针反挑不织。那么如果姐妹们忘了是第几行也没关系，你其实就可以用我现在这个方法，我们咱们就是来观察也可以哈，都不会织错。比如说这里现在第二针是上针，咱们就织上，第三针是下针，织线带下去，穿过这两根线一个下针。接下来就重复了，一针上，一针下，是吧？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要点，万一忘记了是第几行也没有关系哈，你也不会织错。这是第八行，大家呢参考这个方法跟第四行是一样的，织到最后，到了最后一个下，最后两针二并一。然后这一步并针的时候，大家手劲可以适当的松一点哈，不用太紧。翻过来第九行，第九行的织法跟第五行是一样的哈，是一样的，你万一没记住也没关系。好，我们看怎么织。第一针反挑不织，我们说过哈，每一行的第一针后面都是反挑不织。然后第二针是一个上针，那么每次到正面的上针我们说过就要反挑不织。然后这个时候反挑不织之前一定要确保这根织线在右针的上面。然后第三针是下针，咱们就直接织下针，看到没有？所以万一你忘记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就看这个花，看到这个花型来织就可以哈。好，反挑不织一个下，反挑不织一个下，大家织到最后，到最后三针反挑不织一个下针。好，我们说过正面每一次最后一针都是织下针哈，也就是正面最后呢咱们是不减针的，因为正面朝向我们的时候，这个左边呢是咱们的这个帽顶，帽顶这里是不减针的哈，那减针的是这一边，看到吧，这边所以是咱们的这个帽边。翻过来第十行，
第十行的织法呢，就跟第六行是一样的。那么同样道理，万一忘了怎么织呢？好，第一针反挑不织，这一点不会变。第二针大家看一下，是一个上针，所以咱们直接织上针。第三针是下针，织线放下去，穿过两根线，一个下针，看到没有？我们就这样织，所以这个也不难哈。一个上，一个下，我们重复的把这一行织到最后。到了最后三针，一个上针，织线放下去。现在还剩下两针，但是有三根线，没关系。我们又是要进行一个二并一，这是反面，每一次织到最后，大家记住一定都要二并一。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等于织了十行。那么怎么算呢？哈，万一大家织错了，还可以怎么检查呢？我们看反面，数这个辫子，大家来看一下，一个辫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里有五个辫子，说明咱们织了有十行，织了有十行，说明剪了五针，剪了五针。比如说我这里起了48针，剪掉五针，现在棒针上应该剩下43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织错。好，所以后面呢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3到6行的织法。那也说过，万一你忘记了也没关系，按照我们这个教的方法来织就可以了哈。那这里时间关系，我再给大家演示两行。好，再给大家演示两行，怎么观察呢？这是正面，第一针永远是反挑不织，记住织线在右针的上面。然后观察第二针，第二针是下针，所以织线放下去。正面每次碰到下针，咱们就编织下针；碰到上针就把织线带上来，反挑不织。正面永远都是这样哈，大家就记住，永远都是这样织。来到最后三针，反挑不织，一个下针，最后一针，记住了哈，每一次正面最后一针永远都是下针。翻过来第十二行，第十二行大家也可以通过观察来看哈，第一针永远是反挑不织，这个记住。然后第二针大家看一下，是一个上针，这个是很明显的。那我们就直接让它织线在上面，编织一个上针。第三针因为要织下针，把织线放下去。那只不过这一针有两根线，没关系，我们正常的穿过两根线织一个下针。这就是反面的编织方法，一个上，一个下，只不过下针是穿过两根线而已。大家织到最后，到最后三针，倒数第三针咱们织一个下针。好，我们也说过，每次反面最后两针要二并一。好，那这个二并一有时候是，有时候会是两根线，那有时候咱们会是三根线。那大家不管是几根线，记住都是二并一。好，都是二并一。好的，我们这个帽子呢，这个织片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大家一直的去往上面织。那么要织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要这样一直的剪针，要一共剪13次，也就是要剪13针。不管你是起60针还是起48针的，咱们都剪13针。那26行相当于剪了13次。也就是剪了13针。那现在我的棒针上呢，刚好就是48减13，还剩下35针。数这个反面呢，刚好有13个辫子哈，说明我们就没有织错。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正面，织线是在右边的。好，到这里的时候咱们还要再织一行哈。好，这一行呢咱们从右边织过去，第一针也是反挑不织，第二针很明显是一个下针，第三针是上针，咱们就反挑不织。好，重复这个方法，一针下，反挑不织，一针下，反挑不织。到了最后还剩下3针，开始呢有个地方忘了提醒大家哈，就是咱们这里不是剪了13次嘛，相当于织了26行是吧？那这个地方呢，大家看一下，这里呢现在就会有13个辫子。有13个辫子，第一个辫子刚好就跟我们黄色记号扣这个地方是重合的，也就是黄色记号扣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第一个辫子的地方，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是吧？刚刚好有13个辫子哈。那我们这一行织过来，好，反挑不织，
倒数第二针是一个下，最后一针也是一个下针。好，那织完的这一行呢，这一边呢，咱们就会多了一个辫子，多的一个辫子呢，咱们就不管它哈，也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需要从这个地方，大家看帽子的正面朝向我们，我们要在它的左边挑回13针，让这个时候的针数又回到我们的起针数，要挑回13针。那么挑回13针，其中第一个，好，大家看清楚。棒针上这个线圈不算，底下这个也不算，因为这个是刚才咱们多织的这一行，多出来的辫子。我们从下面这个辫子开始。好，大家看清楚，我们是这样哈，从这个地方开始，咱们要挑针，挂线挑出，相当于是织下针哈。这个挑针大家可以手劲适当的紧一点。我们依次一个辫子挨着一个辫子，穿过这个辫子两根线。这样呢，去织下针，织过去，其实就是相当于挑针。那这个呢，我们刚才也数过了，所以我们刚刚好呢就能够挑回有13针。最后一针呢，就会是在我们这个黄色记号扣的地方，而黄色记号扣这个地方，也就是咱们这一款帽子的帽顶的中心点。好，我这里已经来到最后一针了。这一针就是我们整个帽子顶中心的地方，我们数一下，2、4、6、8、10，刚好有13针。这样呢，我们起针数呢，我这里又回到了48针。那如果是你的话，应该就回到了60针哈。回到60针之后，咱们现在就开始织这个帽子的第二个织片。第二个织片，它的织法呢，总体上跟第一个织片是差不多的，只是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哈。好，我们现在从第一行开始，咱们第一行现在就已经是在反面了。好，我们第一针同样道理，也是反挑不织，接下来把织线放下去，咱们第二针织一个下针，第三针织线带上来，织一个上针。好，我们重复第二、第三针的织法，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咱们就这样呢，把这13针，就是我们挑的这个13针呢，把它织完，一针下，一针上的，重复的织过来，一针下，最后一针了，织一个上针。织完之后，我们来到了这里，这里呢。继续，这里最后一针是上针，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轮到下针，咱们把织线放下去，一针下，好，所以大家看，下一针应该是上针，我们刚好这一针也是上针，所以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花样呢就对到了哈，就是对上了，没有织错，一针上，然后到这边也是一针下，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它要穿过两根线，好，我们就这样一针上。一针下，穿过两根线的，一直的去编织，织到最后，最后三针，倒数第三针很明显是穿过两根线，织一针下针。好，到这边呢，我们又跟前面第一片一样，每次到反面的时候，这里都要进行一个二并一。这里二并一刚好轮到是它只有两根线，好。好，所以呢，大家看呢，我们刚才织的这一行就是开始了第二片嘛。那这样呢，我们就刚好也收了一针。那么接下来咱们的织法就后面的织法就跟前面第一片是一样的哈。好，正面朝向我们，第一针反挑不织，第二针是上针，然后织线就不用放下去，就直接织一个上针，织线放下去。哦，说错了，这个要挑哈。每次到正面的时候，碰到上针的时候，咱们织线就让它在上面。这一针要反挑不织，然后是下针的时候，咱们织下针，上针反挑不织，下针织下针，就是每次到正面就是这样来织的。就是万一你忘了第几行，咱们记住这个单元宝的编织规律，就也不会错哈。大家这样一直织到最后，到最后两针。这个呢，一直按照那个方法织过来哈，包括我们挑的13针，也是用那个方法织过来。好，
那么我们这倒数第二针轮到是反挑的上针，最后一针也是一个下针。那如果你怕自己找不到的话呢，咱们可以现在在这个刚才最后一针这里，它也会形成一个辫子嘛，咱们在这个辫子上放一个记号扣，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一个辫子，对吧？翻过来第三行，第三行万一忘记了行数也没关系，方法跟前面相同哈。第一针反挑不支，好，每次当反面朝向我们的时候，大家看一下，碰到是两根线咱们就支下针，然后这一针是明显是一个上针，咱们就编织上针，下针穿过两根线织，所以反面的织法永远都是一针上一针下，重复的织，下针每次穿过的都是两根线哈，这就是反面的织法。到最后三针，好，最后三针倒数第三针是一个上针，接下来剩下最后两针，那这里呢我们又知道是反面朝向我们，是吧？然后这个梯形的这一条斜边呢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每次到这个地方呢，咱们都是最后两针二并一，然后最后两针二并一，那这个时候刚好轮到它有三根线，咱们就一起穿过三根线进行二并一，这样呢我们就相当于第二片已经剪了有两针。那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数一下自己的针数哈，看看有没有错。好，我们这个帽子第二片呢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织的，所以翻过来第一针反挑不织，第二针这样看是一个下针，所以织线放下去一针下，好的，到上针记住，永远记住是反挑不织，看到没有？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参考第一片的织法，大家结合它的这个单元宝的编织规律呢，大家把第二片同样的方式剪掉十三针，我们再回来。第二片呢我也织完了哈，刚好也剪了十三针，现在棒针上我这里剩下了48减13还有35针，然后织线又回到了咱们正面的右边，跟第一片是一样的。那现在呢咱们第二片呢也差最后一行，从右边织过来织到这边来挑针，然后开始第三片，所以第三片的织法跟第二片呢就是一样的哈。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边，咱们这边呢现在剪了有13针，那么我们这13个辫子怎么数呢？大家看一下，黄色记号扣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说过的这个地方，就是帽顶中心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就是第一针好，然后红色记号扣是第二针，大家数过来数自己的也可以，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看到没有？刚好到最后一个13，棒针上这个是不算的哈，所以等一下我们挑针呢就是依次从这里呢挑出13针。好，那我们呢也要最后再织一行，织过来再来挑针。那最后这一行的织法跟第一片是一样的，第一针反挑不织，第二针是一个上针，所以咱们就挑下不织，第三针织下针。好，重复这种方法一直织到最后，最后一行呢也来到了最后的两针反挑不织，最后这一针呢咱们织一个下针，所以这个时候形成的这个辫子等下我们挑针的时候就不算哈。好，那我们织完了，织完了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是挑针，挑针呢刚才说的那个辫子不算，跟当初我们在第一个织片这个左边挑针的原理方法呢是一样的哈，是一样的。棒针上这个不算，棒针下面第一个也不算，我们从棒针上这个线圈下面的第二个开始挑，这个是第一针，也是织下针挑针哈，同样是穿过辫子的两根线，手劲可以适当的紧一点，两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1。第12个呢，就是红色记号扣，这个是第12针。第13针，也就是最后一针，就是咱们黄色记号扣前面说的帽顶中心点这个地方。这样呢，总针数呢又回到了起针数。回到起针数之后，我们现在回到反面，开始编织咱们这个帽子的第3个织片。那这个第一行它的编织跟第二个织片的第一行编织呢，稍微有所不同哈。那这个大家怎么看呢？我们要从这一边开始看起。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下针、上针，然后这个是下，这个是上，所以咱们就轮过来下上、下上、上上上上，说明咱们这里的第二针应该织上针，哈，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来判断的。因此，第三片第一行的织法，第一针反挑不织，然后第二针我们刚才轮了一遍，它是一个上针。第三针是下针，咱们就这样一上一下的轮过去，就这样的一直的织，上下上下。好，这针是上，下，上，下，就这样的把这里的13针把它织完，最后2针了，一个上，一个下。织完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里剩下的35针。好，很明显呢，刚才这里最后一针是下，所以咱们织线带上来，这里应该轮到织上。接下来是下针，咱们就是穿过2根线。好，然后又是上针，所以大家看到这样呢，我们就跟这一边的花型呢就刚好对应上了，就没有错，哈，就没有错。好，我们就这样呢一直织到最后。第三片第一行最后3针，一针上，然后呢最后2针，但是有3个线圈。我们知道到这个地方呢又是进行一个2并1，这就是第三片第一行的织法。翻过来回到正面第二行，那么后面的织法呢就跟前面是一样的规律哈。第一针永远反挑不织，第二针看一下是下针，所以就织下针，上针就反挑。所以方法规律呢，跟前面都是完全相同哈。到了最后的2针，好，大家看这里应该是，这里倒数第三针我是上针，所以是反挑不织；倒数第二针是下针，然后剩下最后一针，我们前面说过，最后一针正面的最后一针永远都织下针哈，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呢，第二行就织完，反面第三行，第一针。咱们又是反挑不织，第一针是反挑不织，第二针是一个上针，咱们就织上，第三针是下，穿过2根线。好的，后面的编织方法规律呢，就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大家呢用第二片一样的方法，咱们第三片呢也要减掉13针，织完再回来。第三片呢，我也全部织完了哈，也是减了有13针。然后呢，这个旁边数呢，从黄色记号扣这个第一个开始数，也会有13个辫子。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刚好是棒针上这个线圈底下这个是第13个辫子哈。好，同样的道理，咱们也是要织一行过来，然后挑针来织接下来的第四片。那么第三片的最后一行的织法，第一针反挑不织，第二针因为是下针，所以咱们织线放下去织一个下针，然后上针反挑。好，大家呢就这样织到最后，到了最后2针，咱们织一个下针，最后一针也是下针。好，我们这样呢就把织线织过来了，织过来了，现在就用前面一样的方法来开始挑针，咱们也是要挑出13针哈。好，棒针上这个不算，底下第一个也不算，我们从它底下的第二个辫子，我们从它底下的第二个辫子开始算起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应该是这一针。
好，从这里开始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最后一针，黄色记号扣这个洞里面第13针，这样呢，我们总针数也回到了起针数，翻过来反面。现在开始正式的编织第四个织片的第一行。那么第一行该怎么织呢？咱们用前面一样的方法哈，从这边开始看。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下针两根线，上针、下针、上针，这个就应该是下，所以这边第一针是上下上下下下下下，说明第二针应该是织下针，咱们就是这样轮过去的哈。好，第四片的第一行，第一针反挑不织，第二针因为是下针，丝线放下去，咱们就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重复这种方法，把这里挑的13针织到最后。下针，上针，下针，上针，还有最后2针，下，上。来到了这边的35针，好，轮到了应该是下针、上针，现在应该轮到下针，所以这样呢就没有错，对吧？然后只不过这个下针呢，咱们又是穿2根线，好，大家呢就这样一直的织，方法呢跟前面呢都是一样的。那织到最后呢，咱们又是要。最后进行一个二并一，进行二并一，然后又来到了正面，所以就用前面一样的方法，大家把第四个织片也是要剪掉13针，把它织完。这个织片呢，我这里全部都织完了哈，来看一下，这个是到这里是第一个织片，然后我们是在这里挑针，开始织第二个织片，然后这一边挑针。织了第三个织片，然后第三个织片这边挑针，这里织了第四个织片。那织完之后呢，效果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这样的。好，那这里呢，我第四个织片呢也已经剪掉了13针，剪掉13针。那现在呢，我们就剩下最后一行，因为咱们也要从这边织过来，然后呢，在这边挑针，补回我们。那个应有的那个针数哈，好，那最后这一行呢，咱们就是不能再那个织成单元宝的花样，那我们应该怎么织呢？好，第一针反挑不织，然后第二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织了哈，不能像单元宝一样这个反挑不织，我们就需要织上针，织线放下去，织下针，也就是呢四个织片织完了之后，最后一行咱们就是织。单螺纹的花样，一针下，一针上，这样重复的织，一直织到最后。后2针，一针上，一针下，织完了。织完了之后，跟前面一样，现在咱们需要挑针，也是在这个侧边来挑哈。方法呢都是一样的。咱们从棒针上这个线圈底下的第二个辫子开始。从它底下的第二个辫子开始，咱们也是要挑回13针，手劲适当的紧一点，仍然是穿过这个辫子的2根线，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最后一个辫子了。
12， 最后一针黄色记号扣这个地方13。好的，这样呢我们就全部的穿好了，记号扣呢现在也不需要了。那到这里呢，咱们四个织片就算是全部的完成了哈。好，那这一款帽子呢，因为我们说过它是双面戴的嘛，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面的效果，这个是单元宝的效果。如果你喜欢这一面，就是把这个当做帽子的外面的话，咱们就这样翻过来，现在开始缝合，这样缝合。我们现在棒针上两根棒针上是我这里是48针，然后这一边呢是我们当时起针的也是48针嘛，咱们就是缝合是吧？那如果你喜欢里面这个花纹的话，就是你把这个花纹当做帽子的外面的话，我们就这样来缝合，咱们就这样缝合哈，都是一样的，缝合方法都是一样的。开始缝合了哈，不管你在哪一面缝合，咱们的这个方法呢都是一样的哈，只需要一针对应一针，中间不要漏掉针数就可以哈。好，咱们你可以用钩针，也可以用棒针。好，我这里用钩针给大家做示范，当然你用棒针也是可以的哈。然后我们穿过棒针上的第一针，再穿过对面的第一针。对面的第一针呢，我们本来呢应该是这个洞，就是我们黄色记号扣的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最后一针也是从这个洞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从它这个就是起针线头打结的这个地方入针，好，大家看一下，我们就不从这个大洞里面入针了，而是从它这个起针打结的地方入针，我们穿到这里面，挂线。然后把这个线挑出，带过后面线圈，然后又带过前面线圈。接下来咱们就可以退掉第一针，继续第二针。那对面呢，接下来就是一根线对应一根线，就是当初咱们起针的时候给大家说过的哈。每一针对应的都有这样一根线，都有这样一根线，大家就这样对应的。对应的来去穿过去就可以哈，挂线把它挑过来，然后这个缝的时候，大家手劲呢可以适当的松一点哈，不用太紧，太紧了这个地方呢就会皱起来。这是第二针，接下来第三针，好，咱们又穿到对面的第三针，穿到对面的第三针里面。把线呢带过来，然后又把后面一针把它拨收过来，就用这种方法呢，一直一针对应一针的去缝合就可以哈。当然这种缝合方法呢，有一个缺点就是缝合完了之后呢，它会有一条比较清晰的痕迹，然后这个痕迹呢不是很美观。如果姐妹们有其他更好的缝合方法，你也可以哈，也可以用自己更好的方法来去缝合都可以，只剩下最后两针，最后一针，这边呢我们就是最后一个辫子哈，最后一根线，咱们把它带过来，再带过后面线圈。如果你起的是60针的话，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缝合好了是吧？翻到正面，我们翻过来，这个就是帽子的正面嘛。那如果你是起60针，就是织这种翻边款的，那你就这里缝好了之后，好，这里缝好了之后，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线头从前面这个线环里面带出来，拉拉紧，然后就剪断断线，断线之后就把这个线头带到正面隐藏，哈，带到正面隐藏，因为我们这个帽子是需要这样翻边嘛，翻边带的。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款式的话，那这个帽子呢，到这里呢就是全部的织完了哈，就全部织完了。那如果你是喜欢织那种卷边款的话呢，那我们到这里呢就还没有结束，那我们就需要在现在这个帽檐这里来挑针，最后这个线圈呢咱们就不能剪断哈，我们不能剪断，我们留在这里，把它适当的拉拉紧。接下来呢咱们就挑针织这个
卷边的帽边。这个挑针呢，就是在这里的辫子上面来挑针，因为现在这里呢，我们有非常清晰的一圈的辫子，那我们就是一个辫子挑两针就可以哈。这个辫子不是有两根线吗？咱们挑内半针，就是靠近我们的这一根线，咱们在这里挑一针，然后呢，咱们去挑外半针，也就是远离我们的那一根线，咱们在这里呢也挑一针。接下来我们就重复这个方法。好，第二个辫子先是靠近我们的一根线，然后是远离我们的一根线，重复这种方法。每个辫子呢，咱们挑两针，把这一圈呢全部的都挑完就可以。能这样每一个辫子挑两针呢，最后挑出来的针数就会比较多，所以它就比较适合头围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那如果是您的头围不是很大的话，咱们也可以不用挑那么多哈，我们可以我们就可以怎样呢，先两个前面两个辫子咱们分别挑两针。好，这是第一个辫子，我挑了两针，第二个辫子我也挑两针，后面一根线挑两针，然后第三个辫子呢咱们就只挑一针，也就是不加针。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挑，这样挑的话呢，最后挑的针数呢就会少一些，就会没那么大哈。好，那第一，比如说这个辫子咱们挑了两针，下一个辫子咱们也挑两针，再下一个辫子咱们就只挑一针。大家呢也可以这样挑，挑针呢我就全部挑好了哈。挑好了之后咱们就开始编织，这个编织呢就特别特别简单，就是每一针都织下针，不用加针也不用减针，就这样一直的织。好，从这个地方一直，咱们就从这个地方呢一直这样织，织过来，织完一圈，然后又进入下一圈，就这样一圈一圈的织，不用加针也不用减针哈，全程都是每一针织下针。那么一共要织多少圈呢？大概这样大家知道，这样十圈左右，然后呢你就可以试着卷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如果你喜欢卷的这个边呢稍微厚实一点，你就多织几圈，好吧，就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效果就可以了。知道了自己需要的这个宽度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收针哈。这个收针呢也特别简单，用的就是最简单的拨收的方法。咱们织两个下针，再把第一针拨收过来，接下来重复这个方法，不断的去拨收，直到把所有的针目全部收掉，剩下最后一针了，咱们也是拨收过来。然后呢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痕迹，所以我们在第一针这个地方咱们再拨收一次哈，我们再拨收一次，这样呢我们就全部的收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头把它拉长，然后呢把这个线圈，把这个线头从这个线圈里面带出来，断线。断线之后呢，大家隐藏在正面，隐藏在正面，因为我们最后这个帽边是要这样卷起来的哈。那这样呢这一款卷边款的咱们就也织完了。我喜欢这一面当做帽子外面的话呢，咱们呢也可以去织自己喜欢的这个帽边哈。当然你也可以织那种翻边的卷边的也都可以哈。那这里呢我再以这种花纹为例给大家示范第三种这个帽边的织法。第三种帽边的织法咱们也是先挑针。好，我们也是先挑针，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辫子咱们挑针跟前面方法是一样的，第一个辫子咱们挑两针，后面一根线咱们穿过后面一根线也挑一针。好，我们看清楚这一个辫子呢咱们挑出两针出来，前面一根线一针，后面一根线一针，
第二个辫子，我们也挑两针，挑到四针了。第三个辫子呢，咱们就不加针，也就是只挑一针哈。好，我们就重复这三针的方法。一个辫子挑两针，前面一根线一针，咱们后面一根线再挑一针。好，这已经是挑了两针，接下来这个辫子呢，咱们也挑出两针。那么第三个辫子呢，咱们就只挑一针。好，大家呢就重复这种方法，把针数调好。尽量这个帽边呢，咱们必须调出来的针数是双数针哈。那已经全部调好了哈，挑出了双数针。挑针挑完了之后呢，咱们就开始编织了。那这个帽边呢就比较简单，是这种比较有弹性的单螺纹，也就是一针下，一针上。好，就重复这两针的织法，一针下，一针上，就这样一直重复的织，全程都不用加针，也不用减针，织完一圈再织一圈，就这样一直的织，然后呢，织自己需要的宽度，好，大家可以这样织个10来圈左右，看一下呢，如果到了自己需要的宽度，我们再来收针。知道了自己需要的长度，那现在我们就收针哈。那这个单螺纹的收针呢比较特别，咱们要收的有弹性。好，单螺纹的收针方法就是，该是下针织上针，该是上针织下针。所以第一针织上针，织线带上来。这个下针咱们要织成上针，织线放下去，因为这个上针咱们要织成下针，然后再把刚才的第一针。把它拨收过来，拨收过来之后，接下来咱们用这两个指头捏住这个地方，咱们把棒针拿出来，因为我们要把织线带到右针的上面，下一针因为要织上针嘛，所以咱们要带到右针的上面，我们织一个上针，再把织线，好，我们先不放下去，先从后面。挑针拨收，然后这一针上针我们要织成下针，所以我们织线要放到右针的下面，织一个下针，然后也去拨收。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个方法，这是下针，所以咱们要织成上针，织线就要带到右针的上面，织一个上针，然后我们在后面挑针。进行拨收，这一针是上针，我们要织成下针，所以织线要带到右针的下面，织一个下针，在前面拨收。好，我们就不断的重复这个方法，把棒针上所有的针数把它收掉，收到只剩下最后一针，全部都收完了。那因为这里跟开始的地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缺哈，咱们就可以在最开始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再挑一针。大家注意挑的时候，咱们不要这样挑，这样呢这个洞就很大，也不要这样挑，这样挑的话这个洞也很大。咱们可以这样来挑，在这个地方入针，挑一针，再去拨收，这样呢这个地方呢洞就没那么大。而且呢，痕迹没那么明显。收针全部收完之后，咱们就可以断线。大家把这个线剪断，然后把这个线头呢带到这个线圈里面带出来拉紧。拉紧之后，咱们就带到里面去隐藏一下线头。那这样呢，这个帽子呢，咱们就是全部的织完了哈。